这个之前没有的，我们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条档口，全部新开的，你看到吗？卖两耳膏，是吧？对，全部新开的吧。水果冰。这两条档口。哇，这个是全部新开的，之前没有这些的，新开的一条街。黑豆腐。这是黑豆腐，这个也是 Tom Toast， 好，韩式拉面，煮泡面给你啊，我打，到这边，这样子我新开的哦，之前没有的，